不糊，要手打死鸡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我，金牌不嫌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跳转吧，大神。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，好，欢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我们挑战吧大神，好，这个也欢迎大家踊跃的下载我们大神 APP，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这个马上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啊，最重要的第一位呢在上一期挑战成功，对，而且他是来怎么救火的，哎，我们有一艺人呢临时有状况他在帮忙，而且他当时人在彰化赶到我们台北的摄影棚，感人呐，感人。另外三个跟他同队都台中人，对，他一个打三个，来欢迎叶西北。啊，主持人梁永琪啊，对，台北，所以辛苦是值得的，就是彰化刚好就比台中多那一点点的路，好，比较远，对，可以坐久一点。但以后你可能到不了台中了。三个东南西。一圈干掉一个，对，加枪慢慢来啊！但是呢，17000的奖金没拿到，对，那没办法，这一切今天还有机会，今天好，加油了啊！欢迎，耶！来，马上欢迎我们这个三重的，我是台北啦，台北，台北啦，台北什么？台北什么？我台北陆星流啦，哦，女神王啦，哦，厉害，台北女神荣，他就是因为我不在，他是梁咏琪，他才会一打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，要打几打腿啦。秋蕙姐有备而来，她在我们节目也没有达到这么决战北风北过啊，就是今天，所以啊，我今天来先拜地基主啊，我就拜了，对，那我老舅，哎，啊你贵姓的地基主啊？我地府林呐，你好拜的哦，秀慧牌打得很好，对，我想上我们这节目啊，尤其这种棋牌类的东西啊，真的是运气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，加油！哎呦，第三位我们要出专辑啊，好，来欢迎我们钟雅，钟雅，大家好，总总好。我是钟雅，然后这张是我们的新专辑《美人兮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你们团体有几个人？两个人。那为什么只有你来？因为另外一个不会打麻将。哦。我打麻将叫他旁边倒水啊。对。让我们看一看啊，到底你们团体哪一个比较优啊？那团体刚好，团体是什么名称啊？我们叫 Meet You，Nice to Meet You 的 Meet You，Meet You，Meet Me， 人家是 Meet Me， 他是 Meet You。欢迎钟雅。最后我们唯一的男生啊，开心了，他叫章鱼啊，章鱼，章鱼，对，大家好，为什么叫章鱼啊？对啊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，同学说我长得像章鱼哥。啊，我以为是你喜欢吃章鱼。其实不讲，要讲一讲，你看看那章鱼脸像不像？对不对？从哪里来？从台北。台北来的，好，好，没有台中就放心了哈。对，要不然台中一看到我们演戏没有惨了。彰化的。啊，来欢迎今天四位。来，马上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来，马上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我们的泰国哥啊，章鱼哥，对啊，他都冒冷汗了，没事吧？有点紧张。三两就对啊，我们三个什么？能水狗，各种类型的都有。他说怎么会秀慧姐我们做他上家？哎，做他上家，姐姐疼弟弟啊，而且最好洗牌给他喂啊。对，怕还是他怕对面？他怕一吃就吃屌屌，那你知道吗？第一点的屌屌。对你好，坐你上家，喂你。啊，最漂亮的坐你对面，一排最好。没有，我是怕角落对面是地基主哎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很多女艺人都没空。哎，对，你要因为我们有空。他做出片的啦，对对，稍微一点。他是还好有出片，要不然他也没空啊。他是出片的，他出事的。要不然今天本来是白冰冰坐这里。出事，不要初三都可以。好，哎呦，哦，忘记了，你是卫冕，我卫冕呐，好，来，来来来，猜看，来来来，哦，要尊重，好，瞧不起，对对对，喂，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一下庄家庄化梁咏琪的牌，这梁咏琪气死，秀慧姐，我们的 Taco 哥 ，Ronya， 来，咏琪怎么了？好，咏琪觉得难的，难难。打掉就不困难。我想走。一去一去。哎，等来不？没。你等下可以跟黑马一起来啦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老板，你别得了，好，吃不到。比较微啦。好甜哦。嗯，当然。小鲜肉呢？弟弟啊。是的。南风，千万不要留奶留电话。好。会被骚扰。西风。
他其实可以吃乌龙，他不敢吃啊。嗯，怕被泡，怕被缠上。他等一下回去拿到收据啊。今天吃的应该酒所要多少？好好对哦。嗯，北风，北风，哎呦，我给忘记掉啊。好，东风。你大手较好呢，无啦，算这个笨手哈，无啦，你的大学大扫除哟，因为无啦，我中文系也拢蒙着滴啦，好啦，电风啦，电风，五花，哦，我自己，行。安尼就是起来啊，就会紧张，会紧张，年纪轻轻不要乱弹琴，听到起来很敏感，就会紧张。我也中风了，他考完叫你惊死。请问随便叫九万，一起来秀秀慧姐，七张，好，三万，拿完哦，都是都是演练完结啊，起来了，真的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开心的，西风起来，起来，然后打西风，一万，一万，好，来碰一个，金鹏，好，金鹏，三条，我自从学生，你跑这边上，上水吼，三个口嘞，我虽然你无咧抢，但是我是来，我休息，小姐，你少打手，结束。他真的都打很扁，人很比较无威啦，都知道，嗯，羡慕。八手，嗯，真真啊，这劲哦，他把你喂饱了，哇，没有都没味道，牌倒下来，三张五的，二万就换他，哇，都是枪牌，都是枪牌，哇。哇，满手枪牌，你闪不掉，注定就是你要死。哦，一勾机的，摆好了，死谁了？屁股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刚才牌太快了，这个迅雷不及掩耳，这个放话也没什么好那个的。对对，厉害。来，庄家，请按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没打什么点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才到你那里自己就可以了。十五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秀慧姐的牌，章鱼，我们的中雅，还有新梅。对，好，来，秀慧姐请出菜哦。出菜，好，把难打掉就不困难啦。好，厉害。哎，跟着秀慧姐难。跟着景书的少。哎呦，一起跟，一起跟，一起难，一起难，是不是？好，东风。我也想，我有，我难道不想要难上加难？对，好啦，给你旁听一支啦，东风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啦。西风，西风，九万，九万，捧哦，要定动，要定动，旁听一支哈，来，白皮儿，补花，哦，再补。好，无敬畏啊啦，你做宝啦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又起来了，又起来了，哪里哪里？中，很年轻哈，年轻的。九头，九头，好，看一下啊，红中，红中，来，一人一支，较公平啦，公平嘛，红中啦。哎，我都知道你要打，是不是？你是通灵的哟。喜欢跟风，跟着走，跟着锦书的手。北风，可能摆到魔术也快。嗯，白板，该怕你啊！白板哦，白板，那个中雅声音大一点。好，发财，碰一个，哦，动了，动了，碰到了，动了，打一个鲜味，好，八万，哇，吃甜甜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一起喂，三头，三饼要喊，三饼，三饼，八万。你是可能要怼人啊，娘！你不要讲一根屁虫啊！是条康庄大道吗？一直怼人，这样想怪无意思的。无意思。好了，八万了。哎，八万，够高哦。不是，他都吃八万，我打八万还有办法碰八万？他想再吃，想再吃。东风。他忘记，他以为他拿不回来。还没，怎么了？我希望啊，不管你想。什么事？二筒，什么事？二饼，二饼哦，二三这样的，对吧？三修啊，修哎，嗯，试一下，
中东还在想假装，是不是想被打？这个我给吃到一款的，好受啦。老大哈，哇，很不合呢，都生的。嗯。先跑七头。一条。三条。哎呦，嘛给你再顾着去等熊爸。你就是喜欢三角哇，边章哎。他喜欢穿三角裤啦，喜欢比较安全。吃不到，还是吃不到？怎么会这样？姐姐已经尽力了。姐姐，姐姐没有办法再给你什么，真的。二万，姐姐感觉要翻下来。一三万，五万，五万。姐姐怎么了？告诉我，这种声音听到会吓到，张宇是不是吓醒？吓到，身体都软了，身体都软了。抽一个梧桐，梧桐好吃。梧桐要想一下，要吗？不要，不要。哇，怎样？嗯，难受，你很痛苦，难受，难受。难受啊！你是不是想上厕所？一点点，好紧张，七条啊，四条，我得被洗了。你准备死啊？你要死啊？嗯，没代志吧？没代志，我摆不走了呢。七条。哦，烦哦，被排根就是四万。给你，搞自己，搞自己。小鸟叫叫，叫我棒出狼。走。干。啊！吓我一跳。干干干干。我想说，不要紧张，也不要这样。这样搞要凶，哎呀，我有在录影呢，脾气这么不好，形象不行。六条，要想一下吗？要，再让我想啊！你手离开一下，想一下。嗯，八条，十八。我觉得中雅获得来我家打牌的资格。有什么先决条件吗？就是不要不会打。记性不好，记性不好，牌打得不好吗？记性也差，记性不好，犹豫很久。下来，干！哇，哎，这个这么会，年纪轻啊，有资格吗？他年纪轻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四万，还有四万可以打？真的，一起帮啊，一个你点，而且不给我碰，对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你慢慢想，你慢慢想。八条，怎么那么多的歌啦？哎，进一张啦！哦，我完蛋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还完蛋了。六万，进了就该你完蛋了。有人要六万吗？没有啦。哇，红中。又要想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想。赛，赛，哦，赛，还够为我吃赛了。还有想，不用，都不用想了。情况就拜叫你假赛。无啦，我。是常常听到啦，他习惯了。嗯。行吧行吧，有了七条。七条尖尖的。哦，我怕杀鸡啦，十八岁啦，十八岁啦，我八罗汉啦，气啦。我怎么都摸这个难。上一次他阻止的时候是冰冰姐，买一滴油。六条，厉害，打掉了，天哪！六条你干嘛吃？你怕七八手要吃六手？这个功夫去多学，你让我来学。我喜欢。哇塞，调虎离山之计呢，哈！我加水哦。七桶。哇，七桶呢？人家就是要吃的。啊。真是，我靠腰了。哪里了？够水了吧？哎呦啊！冲啦！冲啦！冲伟姐，来！冲伟啊！冲伟！冲伟！睡了，冲伟姐。你会不会打牌？你会不会打牌？三厅三六饼带七饼啊，要不然呢？要打四饼哦。小饼怎么有限呢？哦，你哦，你白棋哦。对呀。是不是六七啊，还有，
啊，这样子也是拼三六饼啊，带七饼啊，那怎样？我想说这边硬凹起啊，没人安尼听啊，还怕？不然不然，小饼二三饼都没什么出啊，对不对？没想到，对对，你看五饼七饼出了，中间卡着六饼，还最起码。 机会来讲比较那个了，嗯，对不对？西柚啦，后啦，西柚啦，西柚啦，庄家，庄家一盘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牌来，张宇，请按，来十，来看看四家的牌。先看一下庄家张宇的牌，钟雅，新梅。 秀慧姐，来张宇，请出菜。先来一个九万位，哇，没字，没味道，对，有点偏七，八条，哇，水八条，二万呐，我的家了，还是吃不到，西风，九万。 你们俩都打一样的，黄忠，五台，八万，哇，天呢，中雅想要，中雅不要看错，就拿秀慧姐的牌，我有点害怕，白板，碰一个，四条。 看呀，你看，我是到小后才能出题啊，你就用心呢，没办法。北风，七筒，哇，好水呀，我又一记是红歪嘛，袂歹，袂歹，你是该派出一道都怪别人。哎呀，你安那对台歪啦，一万，蛮乖。谢谢，拿嘛。 八筒，是八筒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三万，哦，你真的一路跟着他哎，是不是很好说服？跟着才不会是七筒。还可以帮你说一下这打麻将。八岁。那这也让你佩服拍击的人是谁？我。当你要做出一个出色的表情。打得很烂，观众朋友们。 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。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挑战八大神，是不是很好说服？对，跟着才不会出事。七筒，七筒，五条。 碰一个，还要跟什么？谢南风，还有事可以跟。老跟呐，三万。安尼啦。嗯。真烦啊嘿！真的弄不好。我想说呀，一饼一饼，一饼拜拜。 还早，跟着秀慧姐二条。哎，那早了呢。对啊。何文真，你还有字？哇！二筒。火色了，乐喜。 知道了，打二掉五，刚刚是有打一张，刚微碰走了，他碰掉啊，绝张啊，五万，你得给他，他很好听，打三天不错，摸也不错，你不要这样，一按结果字摸，我们会吓到哦，这边字摸不算，我们的西风，可以哦，可以摸，可以摸，二万，就是这些，哦。 没办法，看你搞。对啊，都叫我。一万，吃到一张绝杀五条，真的，是不是？这数也够人家的。嗯，好害怕，二筒。
我打过厉害吗？还有记性不好啊，记性很差。对啊，打过人忘记了。哎呀，是三啊，是啊。一切拢是命啊！转拿起好了啊，到岗了。啊，到了，又到。没有，小乔外加，换我，对对对对，心欢欢，心欢。心慌慌，心慌慌，连话都讲不好，话讲不好，记性不好，完了，没救，没事，歌唱好，所以可以啊，爱保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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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纪轻轻，六笔，你记得他打什么？快记得了，嗯，志平。跟着打，跟着打，这真的你有他有的跟哎，你到底你是不是自己带一步马上来了？在后面，在后面跟屁手，跟屁手，太扯了啦，齐品，哦，黄蜂特工队呢？对啊，因为我到队嘞，哎，我不相信呐，我们大家来，哎呦，等下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哦，如来如水，化解，有啊，安暖，有啊，这边安暖，好，就缓。他现在很怕你说穷啊，可以看到没了，我的 boy， 哎呦，奶哥讲穷啊，没代志，穷啊，穷啊，小姐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借助谁啦？我，我，小鸡，小鸡，那你知道你有哪一些可以跟吗？知道，小鸡跟那个，他快知道了，对，让他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嗯，一笔，好，一笔，真的是没得跟，我的天。哇哇！对，我那要来气，对啊，出去。你这边三笔，对吧？哎，这边一砍，进空气啊！是不是？在他在等。三桶嘛，东风三饼，东风摸七万嘛，对，三颗，对不对？还有白三砍，东风白皮自摸，三砍两台嘛，东风白皮自摸五台，五台好。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一下分数哦。好哦，新梅现在是8700，哇哦，秀慧姐3900，章鱼呢剩下3400，中雅4000。好来，中雅，中雅当庄。那结果好，好来看四家的牌。先看一下庄家中雅的牌，新梅、秀慧姐、章鱼。好来，哦，好像，那你算没有？你怎么了？你庄家，庄家多一有啦，你多一张，多一张了。刚才就跟你讲了，对不起，他觉得比较长，对啊，他太紧。我的天，你是出专辑出坏了，出到脑坏掉，太认真了，太认真，记性都补不好，他脑容量不足了。好，东风，东风，北风。发财！哦，章鱼3400哦，哈。北风，我南风，报警！该去切了，没办。啊，发财！啊，都要被发财，才不爱来了。先讲2条，发财，三角裤，三角裤，扣一个，一条，三条用碰，哇，我，哦，完了，要打。七条，没事，你是打错还是怎样？你是给我干？对不起，小了，一桶，我打一桶，我要碰，一直在，你要碰一桶，碰，我打一，我要提醒他，不然他也应该三桶，就加一七桶，三桶吗？嗯，五桶，五桶，哎，阿秀啊，八方北风。上一只小鸡，哇，它那个我会好漂亮，家己的，一把青蛙小漂亮亮，七条，我刚刚摸进来，我又丢出去，
你想要紧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想哪啦？我不知道。哎，这等一下拖来收听啊！我看这个怪怪的啊！你是被我们吓到？有一点，我可以摸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摸。二筒，你一支啦！好好啦，等一下。我来那边没有拜第一柱是安怎？第一柱你是困去哦，你精神啦！第一柱啊，跳骨的啦。七饼。一万。二饼。北风。系统啦。吃。系统被碰掉。一四饼没有了。三万。碰一个。三万我要碰，三万我碰啊。好，我打一万。不要。我就讲一下，我怕等一下中雅忘记，你提醒他。交啊啦。有。这白也是不法动。一桶。还是没有折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那个中雅，你现在从东风第一把牌，啊，我们现在打到第四把，你不是问就是乱摸，就是抓错，对呀。哎，你记得我们的名字吗？我记得，这边都有写。你几岁啊？我才25。25，你记性比我还差。他记性比我还差，我33，我记性也很差，但你好像比我还差。哇塞，怎么办？你这太可怜了吧？你25岁，25岁这样子，修理。平常生活也是这样吗？啊，没有，今天特别奇怪。对，记性不好。对，平时连我。你才25，你看52都没有这样子。哎。我还什么讲讲讲？但你看58了。哎，你讲你68，他今天呢？那52啊，25，52好了啦。好，差多少岁？差30。真的嘞，我觉得你要保养，还是这么困惑啊？这样子哦，真的很糟糕。你是本来记性就很不好，宣传比较忙是吧？对，经常熬夜，所以就记性不太好。6万，碰一个。七条，啊！老板娘痛了了，你够天凉哈！我去紧卡拍一个中间给你吃呢，无伊，你若无拍这，我早去倒找你啊啦！我不会修理瓦斯啊，秀慧姐，我不会修理瓦斯。谢班呐。八岁。那最让佩服排挤的人是谁？我。打得很烂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挑战吧，大神！七班呐，洪州，可碰了，对呀，倒了，对哇，哎，这不像是天理吗？天理吗？真的呀，还倒下来，哎，他还没有碰到红松哎，我的章鱼真是够输了，好久好久好久，我丢旧笔踢很久了，哇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也都没快哦，我摸六饼打三饼，你刚好六饼在记性不好的，他忘了打，对，他不仔细啊，他刚摸六饼，我摸六饼打三饼，哦，我退，哇，这边是。红中一台，所以呢，章鱼刚刚本来就最后的，对，500，所以章鱼淘汰。来，南风逆转胜。南风逆转胜，章鱼被三娘教子站起来了。真是的。对。哦。新美。哎呦，彰化的厉害哦。高哦，而且累计的奖金不低，93哦。是我刚刚那个一饼打错，该走亏，你知不？嗯。知不？都是你忘东忘西的。对呀，你好。要管到章鱼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你看小鲜肉都跑掉，你来玩什么？有帅的，有帅的，也要老鲜肉啊！你不要这么气，他会难过。气是，我还不想做你下家呢。还好你们下家，你们不要再吵架了。是不是？如果他下家，你会吐血。我吐血，是快点开。好了，你先吃呀。好，我按了。哎，开张。十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新美的牌。当然，
秀慧姐，麦克就过来。秀奶，秀奶，谢谢。来，钟雅，好，来，新梅，请出菜。南风，空一个。哇塞，白板，要不要加？我现在我好哦，真的哦。那这样看到瓶子就有效了。这个如果给他糊了，他应该回去真的买一箱订一箱。这我来搞，底部都已经走啊，老马。母猪都会上树了。东风。东。对不起，马给了一条，对的。发财，发财。我当了。哎，好有底气哎，愈来愈坚强啊！一看就管到到啊，有钱的嘞，哪里啊哟？我带我来，我想在管到底下边啊，二条，公姐，公姐，东方是后队。对啊，看到罐子就有用哎。来了，日本鱼有显灵，显灵，显灵了。九条，八万。九条，辛苦了。帅。哎呦，一百八了，记得上班哦。白板，拍两支白板呢。嗯，好呀。中。嗯，拿两台电视机。红中的红中啦，惊你哦，跟。发财！没有发财，大家牌怎么会那么烂？真的吓死我！八万，怎么大爷？哎，你拍两支八万，两支八万呢？哦，恁都出好家了，要收哦！一点点，一摆拍十六万呢！有钱人家的小孩，恭喜二位啊！小贵妇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八万，发财！双发，四条，九万，八条，跟着新美的，你想红啊？不对，这对象红哦，我哟，卖叮当了，今天哦，卖震动，不是。九万，四条，哎，伊拢会想夹住开啦。电视机，八万，白皮四条，四条两张，你这个我吃的嘛，对不对？四万，四万，哎呦，六条，三条，那等下可能下一张就是三条，动静。太巧，身体够完好啊！叫警察来啦！哎，这火太叫啊！两人啦！叫警察来，叫警察来！固定庄家自摸三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二把牌，现在是秀慧姐的庄。哎，我再起一下，摆个睡吧。对啊，哎，起家我。而且你起家。十二。先看一下庄家秀慧姐的牌。秀玲，秀雅，秀美，秀美，来，好，打喽！麦讲我对你无好啦，七档铁皮啦！哎呦，这大亨，这厉害！来，谢谢头，是，哎呦，谢谢，来自首哈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九条。麻将怕人家吃牌，对，只怕人家胡牌而已。大方的男人，先睡一下。哎，睡什么要说哦？我们这边玩说睡要说，睡要讲，睡要说，对，也睡要说，睡要给钱的。有加赖啊，等下把他的赖给你。好睡的，好睡，红中，跟你打啦，一笔大笔。二条，啊，反正是睡眼。嗯，八万，九桶，
贪心要死，靠啥心啊？叫我大后宫的，我真正是来啦，李硕对你拍顶顶顶啊啦！男的，碰一个，哦，哎呦，叫我爱后宫的，潘娜要去天楼啊，大家哎注意注意哦，这里这里，中雅自从看了鱼友之后，感觉好像不一样，对啊，他眼神都锐利了，眼睛都亮了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李硕啦，哦哦。我紧啦，我伫伊也袂搞啊，我就负责甲点落啊。不是，哦，鱼有显灵了，谢谢大哥。连玩都还没有玩，哎呀，我反而还没剩掉。来弄八罐给我。表哥，哎，行了，您要上到您府上啦。寄件地址：南风啊，一坛；北风两坛。好，南风第三把现在是奶神，来。胡一把，胡一把啊！十二，先看一下庄家奶神的牌。庄雅、新梅、秀慧姐，加油！来吧，奶神。一饼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鱼友，对不起，而且你们孟哥想暖身，舍近求远，不是因为这边离鱼友比较近，他是要拿这个吃，东对，一个想暖，哎，一拳超人，疯疯啦，哎，晒了，车间六角，哎呦，南风。他吃西吃男的，他真的自从看到这一瓶之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。早点拿出来嘛，那对，白皮白皮，哎，三条三角裤要不要？吃哦，吃可以，谢谢。八条，九条。一万，九条，我怎么想？两个饼，真的，你真的心很累，真的，而且都不会紧张。北风，怎么会这样子嘞？这一身微笑，哎，实在是哦，哦，够管的，哎，怕这个高不会接，四饼对吧？不交，哎，我怕七档，怕四档，那你搁怕一个三档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就怕这，这个二八的，三六啊，就过啊，好了，西风三花，两台。好，南风最后一把，我先来报一下分数。好，新梅现在是8300，秀慧姐你是三，我不想听。那我先报中雅，中雅是5700，秀慧姐你是3000，来，来啊，13，先看一下庄家中雅的牌，新梅，秀慧姐。秀玲，秀玲，来，中雅请出菜，白板，板，我这连胡两把，对啊，整个旺起来了，白板，哎，会不会最后买回去的都是打牌的？我妈妈都知道我来这边要打牌，回去我就说啊，你赢输，我讲输，拜托，我咧拍麻将，因阿个咧包流珠啊呢，还玩输他们，嗯，对嘛，有妈你都入来啊啦，是不是？你看都是爱妈，对不对？中康嘛，对对对，来，中康一支。你该搞个懂不？我这半我一定要搞。我一定要搞。我一定要搞。这一次啊，这半，这半。西。红中，你也较乖啦，吼。我咧搞，这个不是我咧搞。啊，一支啦，啊，一支，好啦，安尼。麦公平，我无够意思啦。来，六档我你食。哎呦，真正有米嘞！滴滴，你什么啦？中药。碰哦，我没碰。你六档那个碰。一条。你我都碰哦。条哦，安尼这这条也叫啊。好。西风，西风。好啦，你妈。你妈。
爸。长辈都出来了啊。四条。四条。烂成这个样子。一万。无法再烂。紧张。九岁。七万。八岁。我。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挑战吧，大神。羞碎。七班，不要太美。九饼。一万。七万，你又带个屌的啦你！来来，哼，一阵烧烧，好，哎，好，我不会怕呢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。三万，一条，鸡，没有，不留鸡，不要理他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懂，哇，一条，因为是插中的呢，北风。一万，北风。啊，今年啦，你一支啦，七栋啦，有人要碰？对呀，对呀。你要碰哦？才去碰。六七八。哇，六七八了。对呀。四筒。四饼啊。好。北风。北风。就是你崩溃，即系变北风啦，吼。啊，不接啊，不玩哦。九饼。九饼。五万，我一个红水，哎，四桶一个五，四桶，四桶就要拍几支啦，八桶啊，对，拆做两次打，哼，跳这怎么办？我射啦，对哦，你快去卖搞的好啊，我射，六条，五万，五万，吃。哎呦，中洞哎。六万。中分。哦，剩四张呢吼。七万。七班。哈，子母。走吧。哎呦，四六。对不对？哎，因为台数不够，台数但你自摸就可以。哦，好的，那因为秀慧姐自摸，所以中雅淘汰。哇！对啊，有自摸就比较被淘汰。想不到你们两个打到西风啊！我靠！好，马上我们的西方冠军战。没想到，他台数不够，所以他六条不能胡。这一个转手过了一圈自摸，这回懵掉哎，六条，他本来是中洞六条，对，打五条给他碰。那现在我们两万累积了16500，是啊，还不错。来，现在你的庄家，我庄，你分数高，好，来，好十，马上我们来看看思嘉的牌，庄家新梅的牌，秀慧。秀奶，秀秀，行，好，出赛，好，东风，东风，我今天会超过20000哦，三条，嗯，因为有两个人自摸了嘛，没有，因为现在已经16000多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16500了，蓝，红，六条，这牌。这么早就可以碰，开心。九饼，东，嗯，一条，八条，还这么好，才六八条。北风，北，发财，碰，
给他吃完，我开超懒。我知道，五条。西风。什么都有，西风。我今天我给你两位五条。哎呀，七条。你说是条子。嗯，五六七八。八条。哇，都出来了。二条。哎，你要吃哦。对啊。峰峰。三家不要，一家一要。赛。赛。八饼。八饼哦。嗯。不吃。八八八。七万。七万。七万，哎，你胡啊？没有吧？是而已。你要碰啊？你敢吗？我敢。碰，哎。没有，他是胡还是威胁？哎，你怎么打的这么顺嘴？我敢。白皮，白皮，你敢吗？我敢啊。都不用想，我要摸。对对，那只啊，那只啊。哎呀，真老实。你十块一点呐、啊，我把九万都拿出来，这么碰。哎，八条，三条，八九万就不打，完蛋，五万，九万，我打打开，九张啊，八万，八倍，八倍，我靠！西北风了，补一个花。六条，绝招，绝招，四万，九品。靠，这种牌啊，九条，哇，五条。二条，红中，碰，发财，我都不打，发财，五条，三条，节目做了一年，没有那么烂的牌过，去死，四条，超气，不可能有人要。嗯，四万你不要，条子没有一个人都不会要。二筒，哎呀，放枪啊，三饼啊，二万，嗯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他们就没戏可以搞，这还去打二万，庄家呢？庄家吧，庄家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二把，来，最后一庄家，六，来看四张牌，庄家秀慧，哎，秀玲，名字在变，秀雄，秀雄，秀心，可以，好，好了，秀秀，黄忠，秀心，秀秀的也行，此风，不可长哦，嗯。那我也来个齿峰吧。好，齿峰。二条。哎，哦哟，那么好。哇，一大早就中洞。那么好，一大早，蛮容易碰的。桶中。我也知足啊。嗯，八条。六条。九饼，哦，大饼，好，七万，四万，三条，是啊，
三条哦。嗯，要不要？很香啊。嗯。有啊。八条。食你的物件是够够，吐吐吐吐的啦，会吐的，像会吐，会吐吐的较贵气啊，吐吐吐的较贵气，难包，我垃圾，喂，人互你食你个安尼，食不死，食不死，直接无老子，对啊，就食了食个咩啊，食歹，三百啦，三百，我都为着这三万啦，啊，哎呀，太快了，哎呀，还没丢啊，再等等。哎，老看我了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咚咚咚咚。我看把老店多少箱？哦。习惯盖。九桶，太自在了，太开心。嗯哼，通风。万一碰。哎，没有，没有碰。难。八条。八条。七。哇塞，中档哎，第四张哎。七条。哇，真没有糊。啊，唔，我拄仔食七条，你食无？你是咧？你没有糊，我真的是。三条。三条，进一张。又来了，这很懂他。二饼。八岁。那最让佩服拍戏的人是谁？我。当你要说出一个出神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挑战吧，大神。请一张。又来了，我最讨厌这种牌。二饼。九条，没人破。没有人要。西风，你还够厉害，啊，拢食空啊，拢怕你，你还敢破？二条。小啊。九饼。我你糊了，你安怎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敢？当然了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好，中奖台而已。好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三把，分数差不多，五千八的五千。好。好，我庄家的。来，最后一局小输八百。好。来九。九。来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莹。熊熊，来。新美，来哟。秀慧，来哟。史峰，好了。好哦，睡哦。西风，金都当个捧。东西，一万，一万。北风，东风。小白脸，是小白脸，听了就开心，真的喜欢。嗯，小白脸，小白脸，很好啊，喜欢吗？我被画画个红松，你把小白脸呢？我的小老脸呢？二饼，二万。东风，南风，切吧，心里手且慢，好好，还好，我料拢，我是两个圈没当哎，两个圈，第二西风跟南风，发财，发财，哎呦，我垮掉了，怎么办？发财。
了解。是这样。七万。七桶。哦，这样。不是啦，算你有良心啦，搞懂。五七九，五七五六九。男的。好。红中。二条。嗯。一边。对一件，那他爱一饼哈，饼多了，喜欢吃饼，对吧？我说，四条，来。安尼啦，一般。发财。发那个财财。五条。五条。喂，七啊？怎么？啊有。二万。二万。哎，二。哎，多少？给二万。四窝台。一台的两台，西风冠军赛的最后一把，哇，这一把摸得不得了了，分数差不多，8500的4200，啊，8500 4200，我再自摸也有机会，有，当然当然当然，因为原本只差800，好，最后一把选中庄家，好，15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噔噔，新美，噔。秀慧，奶奶的熊，出赛九条，南风，好强的，新梅是北风，咚咚咚强，南，通风。五，且慢。千万。北风。五条。睡了。一饼。东。北风。我想会怕金发，没有吗？六万，哦，六万那么美，八条，五哟，碰八打七条，二万，九条。一万，四万，三嘛，是一个。您到哪了？没被打鼓哈？叫徐乃麟去试验看嘛。看看有稳不？好用，好用不？等等哎。一万，这是贵机一万，我的。他无阿济啦，出手拢一万尔。零九，三角裤，二万，一万二万，二条，
这是个胸罩。西饼。西饼哦。甜哦。会修啊。没有送。二条。那我后悔啦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你呐。南方。我懂。没有办法。哇！没打住，芭比。对，一百二，他想要做，想要碰到做。一台的两台。那秀慧当然毋庸置疑的。对，好，拜拜。人走没关系，恭喜新美啊！哇！再一次。你在哪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没有办法放水，我也没办法洗。对，他被我们规定啊，所以一切都按照你的命运。命运。好，来，决战北风北。恭喜来救我的彰化梁咏琪，太厉害了，24200，蛮高的哦。好，来一下，加油，可以啦，加油。哦，豹子哦，十二。嗯，我们看他是多旺。是。是啊。好，转角胜利哦。转角遇到爱。女庄家，好，捞一张。好，决战北风北24200的奖金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新梅的牌，加油啊！心灵相通，心灵来，好，新梅出赛，无缘鸟，好，猎菜的屏东菜，无缘的鸟，嗯，我爱那叫啦，无缘鸟，男女主角，对。四筒，九条，五条，哎呀，哎呀，一万，哦，这是没有大牌，我想说，对啊，就进得顺顺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三万，果然是来神。好，一万，一万打坏了哈。对啊，啊，三万我也打坏。太幽默。二万，留着都吃到对不对？那再一万有没？要是再留着的话，又吃到三万。我就觉得牌不多了。哪里牌不多？哪里不多啊？哦，对了，才刚开始。哎。不要想太多，九饼，往往都是想太多才会这样子。对，二锁，破锁，一饼，八岁。那最让你佩服拍戏的人是谁？我。当鸟做出一个猪血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挑战吧，大神。九锁。我娘呀！这个拍把球较无胆去收惊啊！新女不在，被他治好，可能赢了无够收惊的钱。六条。六条，八条。好。结束了吧？还没，还没。没那么容易放你轻松。待宰的羔羊。四菜一汤，五饼，请假去，九饼，啊，吃多了，没有没有，我说我要是没打的话，哎，算了，不要盖牌，我知道我知道。
这把我上一轮就要打了，这一张啊，这一张我上一轮就要打。对啊，吃。够厉害。我吃到一张三。怎么打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够厉害了。哎呀呀！但是我上一把就放枪了，守住奖金两万。我这里捏了。耶！哎呀，来，站奶哥旁边。我就说我上一轮就会。哎呀，算了。我早打，早打三。这样对啊。但是我早就放枪了，你很厉害。哇。还守住，还留着。对啊，因为他那只没有用啊。对啊。我那只是没用。02-8793-5802也可以上挑战吧，大神粉丝在报名哦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